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ás información en la descripción del vídeo. 我是德国人，当然我准时到了。我是德国人，当然我准时到了。我是德国人，当然我准时到了。昨天我提醒我的朋友集合的时间。昨天我提醒我的朋友集合的时间。昨天我提醒我的朋友集合的时间。他起床起晚了。他起床起晚了。他起床起晚了。他给我打了电话。他给我打了电话。他给我打了电话。他很着急，他来不及了。他很着急，他来不及了。他很着急，他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他别着急，还有1个小时，你还来得及。我告诉他别着急，还有1个小时，你还来得及。我告诉他别着急，还有1个小时，你还来得及。我们的老师还没找到火车票。我们的老师还没找到火车票。我们的老师还没找到火车票。集合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。集合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。集合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。我的姐姐喜欢打网球。我的姐姐喜欢打网球。我的姐姐喜欢打网球。我的妹妹会弹钢琴。我的妹妹会弹钢琴。我的妹妹会弹钢琴。她弹钢琴弹得非常好。他弹钢琴弹得非常好。他弹钢琴弹得非常好。我的哥哥喜欢打羽毛球。我的哥哥喜欢打羽毛球。我的哥哥喜欢打羽毛球。我的弟弟会打乒乓球。我的弟弟会打乒乓球。我的弟弟会打乒乓球。我的爷爷和我的姥爷喜欢所有的运动。我的爷爷和我的姥爷喜欢所有的运动。我的爷爷和我的姥爷喜欢所有的运动。我放暑假的时候不运动。我放暑假的时候不运动。我放暑假的时候不运动。我觉得运动很危险。我觉得运动很危险。我觉得运动很危险。我不太喜欢购物，但是中国人很喜欢去购物。我不太喜欢购物，但是中国人很喜欢去购物。我不太喜欢购物，但是中国人很喜欢去购物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信用卡买东西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信用卡买东西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信用卡买东西。在一些亚洲国家，你可以用人民币。在一些亚洲国家，你可以用人民币。在一些亚洲国家，你可以用人民币。如果有顾客买很多东西，可以打折。如果有顾客买很多东西，可以打折。如果有顾客买很多东西，可以打折。今天这台电脑打8折。今天这台电脑打8折。今天这台电脑打8折。昨天这台电脑打7折。昨天这台电脑打7折。昨天这台电脑打7折。在你的国家，你们用不用信用卡？在你的国家，你们用不用信用卡？在你的国家，你们用不用信用卡？我的母亲的样子很年轻。我的母亲的样子很年轻。我的母亲的样子很年轻。她的皮肤很好。她的皮肤很好。她的皮肤很好。我父亲的个子很高。我父亲的个子很高。我父亲的个子很高。我的父母住在柏林。我的父母住在柏林。我的父母住在柏林。我有很多亲戚住在不同的国家。我有很多亲戚住在不同的国家。我有很多亲戚住在不同的国家。你的父母住在哪儿？你的父母住在哪儿？你的父母住在哪儿？你们的亲戚住在哪儿？你们的亲戚住在哪儿？你们的亲戚住在哪儿？你妈妈的皮肤好吗？你妈妈的皮肤好吗？你妈妈的皮肤好吗？再读一遍这个对话。再读一遍这个对话。再读一遍这个对话。很多人来这个饭店吃饭，说明这个饭店的东西很好吃。很多人来这个饭店吃饭，说明这个饭店的东西很好吃。很多人来这个饭店吃饭，说明这个饭店的东西很好吃。在饭店吃饭的人都喜欢聊天儿。在饭店吃饭的人都喜欢聊天儿。在饭店吃饭的人都喜欢聊天儿。饭店里很吵。饭店里很吵。饭店里很吵。我很烦恼。我很烦恼。我很烦恼。我有很多烦恼。我有很多烦恼。我有很多烦恼。我的父母反对我跟德国人结婚。我的父母反对我跟德国人结婚。我的父母反对我跟德国人结婚。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有什么看法？把你的脏袜子脱下来。把你的脏袜子脱下来。把你的脏袜子脱下来。但是我只有这一双袜子。但是我只有这一双袜子。但是我只有这一双袜子。没办法，你必须脱。没办法，你必须脱。没办法，你必须脱。我想用洗衣机洗衣服。我想用洗衣机洗衣服。我想用洗衣机洗衣服。我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可以收拾房间。我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可以收拾房间。我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可以收拾房间。整理一下你的床。整理一下你的床。整理一下你的床。别把脏衣服扔到地上。别把脏衣服扔到地上。别把脏衣服扔到地上。我很喜欢这个作者的新小说。我很喜欢这个作者的新小说。我很喜欢这个作者的新小说。你已经看了没有？你已经看了没有？你已经看了没有？我还没看这本书。我还没看这本书。我还没看这本书。这本小说的内容很有意思。这本小说的内容很有意思。这本小说的内容很有意思。